非常不愿意走到诉讼这一步，但是因为我自己独立出资的股贷，一直都到现在都还要不回来，然后他也不愿意接受我查账，一直要不到我所有演唱会的合约，合约上的签名也不是我亲笔签名的，所以很害怕的是，到底在跟他在一起这十几年里面，到底还有多少我知道的事情？非常谢谢大家的关心。那钟先生所有提告的部分都不实在，哦，这么很有信心。另外，针对民事，哦，钟先生跟陈小姐，其实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著作权、授权或经济关系，全部都结束了。哦，所以针对民事的部分，钟先生现在还一直在对外行使陈小姐的著作的权利，这些侵害的行为，我没有提起民事诉讼，现在法院正在审理当中。那最后一点哈，就像刚刚说的，因为陈小姐跟钟先生或天意已经没有任何授权的关系，哦，所以以后请所有的唱片公司、版权公司以及所有音乐平台、串流平台，想要还有各个协会，总之如果大家想要使用陈小姐的作品，哦，或者说想要取得陈小姐作品的授权，哦，请直接找陈小姐，哦，那不要再跟天意公司有任何不合法的合作关系。我们这边要警告大家，意思是天意一直在持续盗用，从终止以后，对，从终止以后到现在，他们一直还在对外宣称他们有我们的授权，真的都不是实话。你们有估计大概损失多少钱？其实很难计算，因为像大陆地区的授权费用是非常高的，这部分天意从来没有说实话。谢谢大家，委屈吗？非常不愿意走到诉讼这一步，但是因为我自己独立出资的股贷，一直都到现在都还要不回来，然后他也不愿意接受我查账，对，然后还是在乱授权这样，然后我也是一直要不到我所有演唱会的合约，那最近还听说合约上的签名也不是我亲笔签名的，所以我常会觉得很害怕的是，到底在跟他在一起这十几年里面，到底还有多少我知道的事情。但是还是非常谢谢大家的关心，然后你们今天也久等了，辛苦了，谢谢。